我只是在坚持瀚海的理念。哥，爷爷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了解。但是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老板，日本的雾探设备已经到港口，东山洞实验室的人也正在赶过去。扣住，不许卸货。 一定要跟这位大姐去吗？一定要跟你去吗？别重复我说的话。你刚有说话吗？想笑就笑吧。 怕你憋死，不想笑了。哎，要不咱们俩分两个车走吧？知道柳博士这次回来不走了吗？我知道，你都第 N 个告诉我了。那你知道他是为了莫博士回来的吗？我知道啊，人家离了婚回来帮莫博士。 这才称得上是事业伴侣。讲少女情怀的，就不要人前可怜兮兮小兔子，日后跟我这叫我杨威了。怎么了？ 出什么事了？有部分数据被损坏，我们丢失了很多资料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被破坏呢？目前无法判断设备的损坏是自身原因还是人为损坏的。那这样，把这段时间出入数据中心的人全部查出来告诉我。好，现在正在全力详查事情的原因。已经排查了监控里每一个人，只有易海进去过，这个不好追究吧？ 没事，照样查。看来我得去趟港口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那走吧。马上掉头回实验室吧。 怎么了？瀚海内部出现了分歧，易海扣押船只不肯卸货。柳兰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？要不要让安飞？不用了，先等等。 他们都还没回来，这个叶海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种人根本不懂实验，想不出事业出。安飞，你跟他分手了吗？你少胡扯吧，什么都没有，哪来的分手？都是因为你，设备才被扣押了，耽误了时间，你赔得起吗？钟淼淼，先别乱说。莫博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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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叶海的身份放在这儿，但他的行为实在太可疑了。 之前我们的数据被破坏，恐怕……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还说你们俩没什么，你袒护他干什么？那段时间除了我们内部工作人员，只有他和林总来给我们实验室啊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叶海是因为你才来的基地，设备室就是你负责的，运输船又是你让叶海找的，这些设备一到，全部扣押了。是啊，现在设备没了，机密也泄露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在跟叶海搞鬼？你们有这个推理的能力。
真的是委屈你们来到这儿了。好了，都先不要说了。我会想办法解决的，好吧？老板，你别这么淡定啊！实验室那边我还能稍微挡一下，但如果一会儿叶总和林小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怎么说啊？不会说就不要接。哟，老板，这位祖宗我真惹不起啊！你要是不接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。老板，那安飞小姐怎么办？我自己会跟她解释的。跟我解释什么？解释什么？怎么解释？真的是你扣押了设备？为什么？我决定撤资了。你撤你的，跟我们的设备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发现这个实验的安全预案可能会有问题。可能？是。13年前，汉汉就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安全预案，但是我爷爷阻止了开采，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方案并不够完善。证据？我父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。虽然我非常抱歉，但这个跟我们的实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那片海域的海盗怎么可能跟那次开采没有关系呢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爷爷阻止了开采，也是在那件事情之后，我的家人遇难了。很抱歉，但是13年了，你不能因为一个没有证据的猜测而去跟那么多人去作对。夏雨，你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你今天必须给我答复。你疯了？下来！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。下来！你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我下来！我好久没有这么抱着你了。什么？你终于承认你自己了。
不是安菲特里特，对不起。你撒谎。我没有。那就是你在骗我。我不是。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你回去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带他回去，看看他撞到哪儿了。安菲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叶海怎么样了？好像越来越严重了，现在感觉完全是两个人。啊，知道了。我两哥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次叶海会忽然这样。没事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不过我在想，你接下来的培训工作可能要暂时停止一段时间了。现在瀚海那边可能会停止赞助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项实验会有很大的变动，所以我想等过了这个风口浪尖再帮你继续安排后面的工作。你不是想赶我走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赶你走啊？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吧。但是现在设备都拿不回来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发生太突然了，如果不得已的话，我觉得穆森可能将会采用高频声纳技术去测水域状况。但是你说过，这简直是屠杀呀，不可以用。这我知道，菲菲。放心吧，不用操心。墨良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好。嗯。好了，菲菲，你也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啊。嗯。走吧。不见了，这家伙出现后就不见了。不是一直在看着他吗？老板一直没有回来过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我也不知道呀。行，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就去自首，说是我伤了他。哎呦，先找到人再说吧。 先生，给您准备了矿泉水，还有这个，不知道您是否满意？另外，其实我们店主打的是埃塞俄比亚哈拉尔水洗斗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等一等，这附近还有什么安静的地方吗？我们店就是以闹钟取静闻名的，您坐在街道边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 备受瞩目的波塞冬实验最近再次受阻。据了解，实验室的最新设备已经被赞助方之一的瀚海集团扣押。目前呢，瀚海并未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和相关的回应。瀚海的选择和举动呢，也关乎着受众对此次事件的态度。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此次扣押事件的进展。各位不用担心，这次事情我会通过媒体来解决的。 我今天要说的是波塞冬这个实验，无论是从理念、设备到技术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只不过小海这次的举动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毕竟他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他再这么肆意妄为了。这是明说是小叶董的责任吗？李小姐，不能进去，不要进去。哎，不能进去。 有什么事儿你们继续再商量一下，我先失陪了。怎么了？你还是在你这儿？这边说吧。我说这位林小姐啊，你可不可以偶尔动用一下你那个经常不用的智慧去想一些问题？叶海如果在我这儿的话，我还需要解决这些事儿吗？那你知道他在哪吗？这不应该我问你吗？ 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找不到他了，他以前可不会这样啊。华姐，小海的事儿呢，咱们先放一放，设备怎么解决？这事儿不应该我问你吗？叶海他擅自做主扣押了设备，难道叶总你另有安排？我们家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 只是实验室这边设备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有啊，高频声呐，高效，高破坏，就是不知道同为赞助者的瀚海敢用吗？高频声呐，项目还是可以继续。我都忘了。 他可是叶天啊！哎，有吗？没有，这片区我都翻遍了，真的找不到。哎呦，报警！哎，那不行，你不公布他精神状况了吗？你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哦，这位先生已经走了一阵了。 他们说他已经走了一会儿了，你说他能去哪儿？要不咱们再分头找找。行行行，能去哪儿呢？喂，你疯啊！
小心！妈妈！就你这样还救人呢，愚蠢！那你救我干嘛？我是怕你破坏他的身体。叶海听得到我吗？跟我走。哎，不是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不需要，改天你自己跟他解释。老板。让开！出发。去哪？回去。你家？老宅。那个安全的。你应该打左转向。坐下。屁还能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会唱歌吗？叶海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坐下。他将三叉戟插在他身边，锋利的尖刺没落石中。他窜到石缝中要全速离开，谁知回头的路被波塞冬挡住。穿白袍的波塞冬问：“谁让你来我这里的？”他不说话，发出鱼类的声音。波塞冬赐予了他语言，说：“现在你可以为我唱歌了。”安菲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惊恐之际潜入海底，波塞冬立刻派一只海豚追逐。海豚是游泳健将，安菲特里特最后疲倦之极，只能乖乖地坐在海豚的背上，成为了波塞冬的新娘。不让，没听过。你对爱情还有什么印象？没印象。奥林匹斯山的，没去过。雅典的，就是我们在追安德鲁的时候，我把你的瓶中船弄坏了呀。你再想一想。他把我推下海，然后你救了我。还有什么？这，你还给我的火山石，然后。奥林匹斯还有那个谁得了什么金牌？哎，你要我说什么？安菲，你不要耍我。
你让叶海回来。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记得啊，我过来就是来向叶海认错的，而你在这装什么？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让我想这些有的没的，我恐怕是真的做不到。没关系。我可以帮助你。喂。在哪？安飞小姐。老板。喂。喂，安飞啊。我是叶天。小海在你身边吗？他不在。啊，没关系。既然你和西澈一直保持这种联系，我想找到小海也不是很难，就是想让你啊帮我带句话。请讲。我们的波塞冬项目即将启动这个高频声纳的部分，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不可能啊，莫良不会同意这些的。再说现在设备正在下水，还要一段时间，他不可能同意的。你要清楚一点，莫良的任何决定是左右不了穆森的，但小海可以，所以希望你把这句话带给他，谢谢。别这么看着我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你让叶海回来。那我的条件呢？你让他回来，我跟他说。你先答应。你当我傻呢？那可能叶海就回不来了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安飞，先不管我是什么目的，你记住，是你害了叶海。怎么？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害叶海的人是你。绿幕石在哪儿呢？据悉，世界最大的祖母绿经收藏于希腊圣托里尼，古语希拉，现在的圣托里尼岛位于希腊国希腊大陆东南200公里的爱琴海上。不用再说了，替我预定行程。对了，不要同一时间出发，两个人。为您安排去雅典的航班。预计90分钟后起飞，另一架预计150分钟后起飞，请确认姓名。波塞冬。很抱歉，系统无法识别这个名字。那叶海，还有安飞。你们确定使用高频吗？那也不代表我能不择手段呀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成立这个实验室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如果只是使用高频，那何必来这里？你们可以去任何一个能源开发公司，拿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，何必？安飞，你已经不是科研组的人了，你觉得你过来说这些合适吗？我觉得录下来曝光挺好的，挺大开眼界的。哎，你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安飞，你先跟我去办公室一趟吧。大家先散会吧。哎，你看，好了好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快坐下。莫博士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是太着急了。没事，你倒省钱。其实有时候，我要有你一半坚定的话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了。还有，刚才曝光的那个事情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那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使用了高频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好，谢谢。你不会真的使用高频吧？菲菲，能帮我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忙吧。我会去找叶海的，我能做到的就是让他还回设备，不过你得给我一点时间。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你之前就来过，你可能都忘记了。不过把我飞到这儿干嘛呢？我正在想，我寻找你，飞了大半个地球，累成狗了，你还在这损我，你在这耍我玩呢？
这是他们为我修建的神殿，这边是我们的大海。所以接下来你想说的是，这个海为你奔腾，这个神殿曾为你辉煌，你就是这个神殿的主人波塞冬。正是。你呢？也是拥有者吗？先生，你知道什么叫做科学吗？我是学这个的，你能不能讲些我听得懂的人话呀？我初次见你的时候就心动了，可是你却拿走了我的三叉戟还有绿牧师，然后你就随着泡沫一起消失。我一直在找你。哎，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笑的。我终于遇到一个说话比我和叶海还溜的人，还是个朗诵呢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先帮我问叶海，他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安菲特里特。那你说现在要该怎么办呢？我并没有记起什么东西，也没有记忆哗啦啦的回来，也没有什么蓝光一闪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找绿牧师。哎，不不，你不会真的跟小孩子一样觉得这是什么计时吧？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叫地质学吗？我干这个。那你跟我走。哎，别，从前天到现在我一直听你说跟我走跟我走，能不能让我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再去找绿牧师啊？不行，我也需要体力啊，我需要休息的呀。万一找到那个石头了，然后召唤出什么特里特，我的身体接受不住怎么办？而且你也需要休息，我们都需要休息，需要睡觉，你知道不？Two rooms, please. What's to it? 一边而去，先得寸进尺啊！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看看这具身体。我就是来逮你的，你不放行设备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那你就要听我的，一个逃亡。Here is your card, sir.老本的病最近是不是加重了？我只知道他经常和镜子对话。镜子？哎，他之前喜欢看的那个漫画叫什么？《圣斗士星矢》。但医生说他的另一个人格很健全，不像是臆想出来的。那？有说过需要什么要求还是什么别的目的吗？这个他和他自己说话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人说了什么。谁？叶海吗？哎，林小姐，不要告诉我我们在这边给你们收拾烂摊子，你们在外面逍遥快活。我没有，我也在解决问题啊。那你后面是谁？不是叶海。够了，你要是敢关机，我就把你们孤男寡女在酒店的事情让实验室所有人都知道。你们是故意的吗？让我现在就过去抓你们吗？还有叶海，你要是不想插手波塞冬的事情，就什么事情都不要给我管。你当初是怎么低三下四求我的？你说。叶海，东西车，你跟他说清楚，那不是叶海。
挂掉，好吵。你又对他做了什么呀？我说过，他是安菲特里特。我都说了，不许他，不要再逼他了。是他自己跟我来的，我只是说可以代替你放行设备，他就选择跟着我，也不管我到底是不是你。既然你这么被他欺负，不如我来帮你吧。怎么这么异想天开啊？可是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？